好好的努力吧，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。你要先把你的目标设远一点，设大一点，可能这你要自己去看才会明白，所以你才有更多的动力去练习去进步。就反正这已经是很辛苦的路啊，就我选择然后也走了，就想办法把它走到最后，然后让自己不要有遗憾的。就是如果你对他真的有兴趣的话，你就为自己打出一片天。练球要慢慢来啊，因为进步就真的是像盖房子一样，每天盖一点，每天盖一点，就继续努力，坚持自己的梦想，有一天你一定能达成。自己有努力，然后就算输了，那个收获也是别人没有得到的。要保持自己对打球这件事的热情。还有你想要不断的去追求，甚至创造更好的自己，在过程中或许一定没有这么顺遂。那我觉得，就算现在还没有这么顺利，就是也不要放弃，反正走一走，努力一阵子之后，一定会看得到希望的。